啊、我哋今日信息咧就是、让圣灵嘅活水永远涌流。我曾经用一个比喻咁样喎，嗱揸车咧有自动波嘅，嗱如果大家学过揸车，你知一样嘅，自动波咧系只要你嘅脚一刹咗个车咧，你嘅脚唔踩落 brake， 个车就会点啊？自己会行嘅喎，喺平路自己会行嘅，因为佢自己会有油喎，佢自己会你要踩实佢个，唔系佢会喐嘅。即自動波就係咁啦，你腳一踏落去，嘣一聲咁咪就去噶咯。咁你要踩要 brake 先得噶，一放開咗個 brake 咧，佢就已經自動會喐噶啦。咁呢個自動波就係隨意，人嘅自動波係咩咧？係犯罪。但係棍波咧就點咧？揸棍波咧好艱難噶，兩隻腳一齊用噶，左腳踩個 clutch 死啦，冇揸自動波棍波好耐，係咪左腳定右腳咧？係啊，因為左腳。踩落個 clutch 嗰度，個 clutch 咧就將嗰個 engine 咧，將佢離開咗個牙，一離開牙咧，跟住咧你就入一波，咁只腳咧就放落，放到嗰兩個牙將近入嘅時候，一入只右腳就踩油，如果你未到咧，你就踩定啦，架車就唔喐嘅。學揸棍波係困難嘅，當你咁樣入咗之後咧，跟住你就踩油，你唔踩油咧就有咩後果咧？那個 engine 要喐，但喐唔到咧，佢即刻死火嘅。所以學揸棍波，好多人就一路中間就死火嘅。咁咧係一個好困難嘅，但係揸好多人揸中意個棍波，因為佢有力，你可以控制感係好強嘅，即係控制嘅車係好多嘅。但係咧，其實我比喻咧就係我哋基督徒聽神話咧，就好似揸棍波，係你要自己話俾自己聽，因為你嘅自動反應就係你中意講大話，我哋自動反應就係唔中意神。但你神咧就會，即係你真係話有個性情裏面話，我要聽神嘅話，呢、這個就係要自己入波。我要聽神嘅話，唔好講大話。我要而家要祈禱，我要睇聖經，你要入波啊！記唔記得啊？你要入波去行神嘅路，所以唔係隨意嘅，同埋隨從肉體啊！你中意做咩就做咩，或者跟從世界。啊！睇啲電影，成日個都係咁噶啦，一戀愛就拍拖，就攬住就錫，跟住咧就好快就上床。嗱，覺得呢個係正規嘅，其實唔係好嘅。其實攬同埋錫都係唔好嘅，因為好容易有性嘅衝動，跟住好快有性行為。所以你如果你行神嘅路，就唔係第一係戀愛，你係第一係你有個心裏面有少少覺得嗰個人可能係神為你預備，唔好淨係我中意喎。神為你預備，你就祈禱，一路問神係唔係，一路祈禱，同埋最好係應該講俾牧師聽。你話我搞錯啲咁私人嘅事講俾牧師聽，因為牧師唔係攔阻你啊，即係我冇呢個興趣攔阻你。我嘅興趣係幫你行，揾到神俾你嘅旨意啊！即係神俾你有個好好嘅，你眼前咧就見到啲唔好嘅嘢，你以為呢個先係好嘅，咁呢個唔係好嘅。即係好多人咧就哇，嗰、那個男仔中意我，哎呀，哇，真係哇，真係哇，如果唔要佢，冇人娶我噶啦。其實呢個係好傻噶，好傻噶。神為你預備噶，你唔使去擔心。所以你應該禱告，叫牧師同埋組長為你一齊去祈禱。如果係神嘅心意嘅時候，去認識，而唔係一開始咧就即刻攬住石，因為你咁嘅時候，你係身體嘅衝動，你唔係遵從神嘅旨意。呢啲係留翻俾結婚之後。咁你話哇，咁咪好枯燥。其實當你認識個人好深入嘅時候，這個先係一個真正嘅滿足。如果你只是靠肉體的關係的時候，你很快就你發覺你會厭的。那你怎麼會厭呢？因為你見到個新的女仔會喜歡那個，你的丈夫見到那個女仔走過，哇，那個漂亮一點，他的眼睛就去了那個女人。即是他會厭了一個人的。所以呢，你不要用肉體，不要跟從世界，還有會失去信心，甚至對神有抗拒，還有再停止聚會呢，即是沒得掹，即是沒得拉回來。還有下一步是什麼？不肯接牧師的電話，牧師打電話跟你聊天又不肯聽，這樣的時候呢就沒得幫。但是即你肯開放都有幫，但是呢當你越是疏遠神的時候就越難幫，這個是屬靈的低潮。但是怎樣能夠保持聖靈在你心中湧流？我們一起讀一讀下第四個讀下。一就是真心憎惡罪悔改求主赦免，即是真的憎惡那些罪，呢啲罪係令我離開神嘅咁。第二，感激耶穌的救恩而信靠耶穌做救主。即係當你接受耶穌做救主，唔好賺，我接受耶穌做救主咁。即係譬如有個人救命恩人救你，咁咧你係喺個水度就嚟浸死啦，啊喺度飲水，咁輕巧佢掟個水泡落嚟，咁你一攞住個水泡，你個心哇真係好啦。即係譬如個水泡喺嗰度，
哇，真係好啦，有水泡，快啲快啲快啲！你會唔會話啊？等佢抌過嚟先啦，等個水泡流過嚟先啦。咁你唔會咁，你會捉實佢噶嘛？即係你接受耶穌，你唔係耶穌啊？好啦，既然嗰啲個個都拉我信耶穌好啦，我就係咁以信你啦咁。呢、这個又唔係真心嘅，你係感激耶穌居然救我嚟到接受耶穌做救主啊！第三日就同一齊讀啊，與神保持生命的關係，愛神、讀經、禱告、渴慕神、遵從神。嗱，呢個係保持啊！你信耶穌淨係信，有啲人以為淨係信耶穌翻教堂就得啦。聖經話唔係嘅，你一定係愛神，呢個第一條戒命，要盡心愛神。讀聖經冇聖經，你一定唔會成長，一定會軟弱嘅。如果你屋企冇讀聖經又冇聽聖經咧，你一定你靈性係會軟弱嘅。同埋禱告，因為禱告同神直接嘅關係，神喺你生命中做工係最緊要，咁多嘢最緊要。聖經你記住喺呢個裡面去感動你，但係你應用嘅時候就係你禱告，因為呢個同神嘅關係，神就會改變你嘅。同埋渴慕佢，即係唔好淨係話啊翻教堂，又要翻啦，今日哎呀又要早起身啦，應該話我渴慕神，所以早起身去感激神同埋遵從神。第四啦，我一齊讀下。珍惜聖靈同在，珍惜神的能力去幫助人，即係珍惜哇！神真係咁真咁好嘅，嚟到我身上嘅，我有呢個能力去幫助人嘅。咁你珍惜啦，你就發覺神就會改變人啦。今日有兩個外籍嘅人咧，今日會嚟，點解會嚟咧？因為下晝，因為我喺天窗嗰度，佢哋覺得好好，佢哋願意跟我學習。咁你有啲人咧就隨意可以跟我學習，但又唔會珍惜個機會。他們會特登嚟，咁我都話俾你，我唔係成個時間幫你噶。咁你有啲時間，我要佢同你傾偈。但係佢就喺天窗輪所度經歷到聖靈嘅工作，佢好想學習點樣侍奉神。咁你哋係佢哋可以即係、就是、去建立你嘅生命，我希望你都一齊去接納佢哋同埋支持佢哋。佢哋因為佢哋知道神嘅好，所以佢願意渴慕神。喺你嘅心裏面，你由信耶穌到而家，有冇渴慕過神？你有冇好想耶穌嚟到你身上？你對神嘅回應係乜嘢咧？嗱，呢個婦人佢就會話：婦人啊，唔係婦人說，先生，請把這水賜給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。雖然佢唔係好明白，不過佢咧就求耶穌啦，請把這水賜給我。你會唔會話耶穌啊？求你將呢個活水俾我，我唔想活在枯乾嘅狀態，唔想活在屬靈嘅枯乾裏面。你想想你做基督徒成日都是咁辛苦，是咁樣，好似唔嗲唔吊，硬係咧冇力量咁樣嘅咧。因為你想係有衝勁，嗱我呢個衝勁咧唔係扮出嚟嘅喎，我係真心裏面，我係中意神，中意到不得了嘅。因為神真係對我好好，神對每一個人親近佢都係好好嘅。我希望大家會渴慕，嗱我一齊起身去禱告你向神，去禱告你啊神啊，我需要你。主耶穌，我哋感謝讚美你。主耶穌，我哋感謝讚美你，因為你愛我哋。主耶穌，求你感動我哋嘅心。你喺個心裏面，真係神啊，我會渴慕你。主，求你恩待我，憐憫我，求你赦免我一切嘅罪。主耶穌，求你更新我哋嘅生命。